我跟你们说，我衣服是前几个小时才拿到，就是自己也是要试穿的状态，就是衣服想要就是比如说有一点肌肤露出来，所以我就先看到这个，因为它这就可以直接拉斜肩，后面就直接是这样。是今年就是走一个焦糖跟咖啡色跟卡其色的路线就对了。它这个是扣子，你可以搭平肩，下裙版是伞状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这黑色当然我觉得穿起来就是会很好看。它另外一个颜色黑色，它是那种绒的，有没有？有点亮的绒，一样他们上个月他们的，然后它这个月还有。这一双真的超好穿的，有没有？外套很可爱，男友衣的那种感觉，因为超大的，这件每个女生都能穿。口袋还蛮大的，而且它口袋里面是那个米色的，它摸起来超舒服的，粉肤的感觉，然后跟这个白色，好，好，还蛮可爱的耶，我觉得。那上衣它是那种比较深 V 一点点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往后拉，像这样往后拉，它后面就是这样。衣服这边，反正今年咖啡色是主色，但是如果你喜欢比较淡一点的颜色，就是可以选这件。然后这个裙子，就我觉得哈拼街的感觉就是有俏皮，然后又不会太过，焦糖卡其色就是很好搭，很好穿。有没有？如果你喜欢在脖子上戴一些东西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它是手工做的，这是一个小镜子，这两个颜色不同，灰粉黑绿都可以搭这个颜色。有个外套在这，就会觉得这个重点很可爱。好，就是这件长外套就是这样，它的袖子我刚刚有看到很可爱，它是蓬蓬袖，就今年一定要有。这个是那种感觉很像很软的那种皮的感觉，它是这样子的设计，我觉得五六公分左右，我还蛮可爱的啦。蕾丝的那个内搭衣，我摸起来还蛮软蛮舒服的。它还有这个颜色，黑秋也是帮我去找到，我超兴奋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这样我可以搭那个亲子装，这种材质的亲子装。这个是上个月的，但是现在还有，它里面是超软，然后里面有毛毛，然后颜色还蛮美的，鞋跟是这样。裙子的型看起来还蛮不错的耶，上面就是穿个宽松，然后再搭这件裙子也很适合，粉色也很可爱，就算它配这个颜色也很好看。这个是夹的，如果说你没有耳洞的话，你像金箔放在上面的感觉。好，这个真的还蛮美的，有没有？自己觉得很美。短袖的，就是搭那种比如说像这里面长袖，然后可能再披个外套就很刚好，或是热的时候就干脆直接脱掉。短袖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台湾天气，它这个是松紧的。好，袖子很可爱，正常穿就这样，是有松紧的。想要拉斜肩，然后拉平口，有没有？都很好看，有那个内刷毛，所以是很暖，而且这个内刷毛超舒服，然后配着耳环，美。还有白色，我觉得白色就是看个人的喜好。这个月他们新的长靴，我觉得差不多五公分左右吧，而且我腿就是还蛮细的，但是它还蛮贴的，然后是挺的那种。这件大衣我觉得超美的，它又不会过于奢华，又非常的有质感。就是穿起来感觉是轻，但是是有暖的感觉，少见但是又超美的灰蓝色系，我觉得这件是可以买的大衣，让气色看起来还不错耶，非常的浪漫，就是一个梦幻圣诞的感觉。袖子是这样子吗？薄透的，它有黑色，它一样袖子就是透的，米色比较看得出来它那个白的感觉，是有点点黑色，也是一样飘的，还蛮可爱的。长外套这个有绑带，你想要把它全部扣起来也可以，手的那种触感是很舒服，就是亲肤感吧，一般冷天气的时候这样非常非常的适合。
这红色包包，我就觉得这也太好看了吧，我就可以这样背。我是拿着毛呢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超可爱的啊，是有那个松紧的，可以穿个黑色的内衣，或者是平口的，切的那个角度啊，很有女人味的那种线条欸。配这个红色的这个布很美，它袖子也是，刚刚脚上那双它还有黑色，裙摆的感觉也很美。你们知道米白色会让肤色看起来更漂亮吗？附在里面是这一个，搭这个很可爱。这件洋装很方便，如果你喜欢就是带有一点点浪漫的感觉，这一套或许还不错哦。这件蕾丝近看是这样，你们看后面很美，把它弄在外套外面的感觉，就会觉得这件哎又是不同的衣服的感觉咯，真的很可爱，就是不同变化的穿搭感，还蛮可爱的。亮色系感觉就是冬天一定要有啊，它是有点开叉的，反正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可爱耶，有口袋，材质是那种针织的，它有修身，然后有一点保暖，多一个帽子就有一种莫名的青春气息感，因为是一个剪裁很特别的一件，合身然后有一点女人味的那种感觉。它袖子这样，羽毛配在红色就好像很适合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好看呢？我觉得这个外套比我想的更好搭哎。项链、手链，它是一组的，还有笑脸，有笑脸就赢啦，正面能量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有星星，那个珠珠摸起来质感真的非常的好，随便都很好看，很美。它这边有个星星，星星的质感很细致的感觉。好，这件有没有？它就是有点衬衫式，如果戴这个项链，有露出来的感觉很美。好，雪纺有没有？然后它是透的。松紧还蛮宽大的哦，转圈的感觉超美的。这件下摆很美耶，袖子旁边是这样，这样子宽下来的。这一件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就是刚黑色的那一件。有没有发现它裙摆其实是有一点点前短后长，然后它那个层次，它那个下面裙摆那个层次感是非常漂亮。台湾冬天很适合穿的那个感觉，冬天的好天气的时候就只穿这样子出门就会非常的适合。针织背心的那个外面，然后它里面有搭一个这样子的，旁边是这样，粉色穿起来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什么？的袖子有这样的剪裁，然后前短后长，然后有这样子的设计。内里它是有刷毛，它还有卖这内搭裤两个颜色。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脚立刻变长的感觉，非常好，是我喜欢的开叉，它是有点七分的感觉，所以就是如果说你里面自己自由搭，自己喜欢内搭的感觉，来去搭这件，我觉得都很不错，搭在里面，一点点镂空，没有到很多。那上个月还有一些东西还有，刚刚穿的皮裙，还有这个洋装也是有的。上个月我买的这件也还有，不会透的冬天穿的长衬衫，还有这个是另外买的小朋友的鞋子，还有还可以请他帮忙代买哦。这个月他去帮我找的那个香香的鞋子，也不超可爱，而且很少有那种豹纹的小朋友这种鞋子，然后配这种蝴蝶结，然后整体质感超好的。赶快采买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赶快买，很适合就一直到过年结束的感觉。拜拜咯。